我村有个湖心岛，上面有花还有草，周围全是鱼和鸟，风景秀丽很美好，生态项目开发好，盈利千万跑不了。我们二龙湖这个项目绝后是小，绝对是小投资大回报，以湖心岛为二龙湖中心，建立大型生态养缸场、养殖场，既保护环境，还能把钱挣了。保守估计，年利润也得一两千万。要把二龙湖打造成亚洲四小龙。贾队长，你看你有眼光，我穿这套西服配哪条领带？哪条也不配。别的，我头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会议，这是为咱们村里争荣誉的事儿啊。我让张立东去了。以上内容以上你干啥让他去呀？我是创业先锋。你创谁了？谁给你封的？那乡里啊，给咱们村就一个名额，你要去呢那就多个人。再说了，你有啥实力跟人张立东比呀？以上就是二龙湖村项目所有内容。没了？有继续讲啊。你看啊，这发言稿是不是我写的啊？你不也审查过了吗？而我是审了，什么问题没有，我让张立东念了。就是讲也没用，也没人投。只要你项目好，会有人投的。讲。好。行。我这半个月就白准备了呗。哎，把这衣服钱给我报了。你去我给你报，你没去我给你报啥呀？那公款能滥用啊？再说了，你这西服能烂呢？自己留着穿呗。我人没去，稿是不是去了？来，把稿费给我。那稿啊，你念了我给你稿费，你没念我给什么稿费呀？纸是不是我的？把纸钱给我。啊，纸啊，纸好吗？给。够不？不够都拿。啊对，你还写字了是不？给，都拿。这啥意思啊？师傅，嗯，你说你们乡长开会的时候，我没照稿念，没啥事儿吧？没什么事儿。我们乡长人挺好。啊，那就行。你们二龙湖风景可真好啊。Thank you.
这二龙湖湖心岛有多大面积啊？面积没量过。平时很少有人上来吧？谁没事上这儿来干啥呀？这岛上有一种叫灰鹤，您听过吗？鹤？没有，这要有鹤还妥了呢。就是这个。啊，这哪是仙鹤，这不歪脖老等吗？歪脖老等？啊，您确定是照片上这个吗？那还有错？我从小在湖边长大，这种鸟啊特别的懒，平时往水里一站就干等，鱼出来它就吃，鱼不出来就在那嘎等，所以我们大地人都管它叫歪脖老等。对，就是这个习性。啊，姑娘，你是来打鸟的？谁敢打它呀？它可是国家保护动物，我呀是来保护它的。啊。哎，李总啊，你可回来了，快坐，水都倒好了。还行，快坐坐。庆祝一下啊！李总啊，乡长都来电话了，说你是这次发言所有村里表现最好的。队长，你可别说了，我这西装钱也不用你报了，但是这次的功劳必须算我一半。哎，我这次吧，就是帮贾队长一个忙，顶替一下你马峰，对不？但是相当成功啊。是吗？你讲讲。刚开始我绝对是照稿念的，嗯，后来那稿写的不行，所以就是那个不是那么特别的活，然后我临场吧就发挥了一段，一发挥完事儿，那掌声几乎是垄断。当时啊，去了能有十多个村的代表都发言了，要说发言最严重的还得是咱们村。那我一哇哇讲完事之后全体起立，那掌声如雷贯耳。我都听说了，村长还给我打电话了呢，把我好顿夸，说我选人选的好。你可拉倒吧，主要我那稿写的棒，那也是人张立东念的好。反正我这忙帮完了，你俩待着吧，我回去了。哎哎，坐坐坐，哎坐坐坐坐坐，别着急。你这也是上过乡里发过言的人物了，是不是应该整一套像样的西服啥的？哎，你那要送我呀？啥玩意儿送你呢？你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行了，马总，咋的？要推销你那破西服啊？你这么的，西服回头我给你报了，容易算张立东的，行吗？你看你贾队长的胸怀，说那闲话，没有两下能给你俩当领导吗？那必须的。对，回去了。哎，立东，你干啥？你坐坐坐坐坐，我来电话，你喝点水，喝点水，再唠一会儿。行。太好了，哎，哎呀，张秘书啊，啊，我知道，谢谢乡领导的大力支持啊。啥？到村口了？张秘书，哎，啥时候来的？到屋喝杯茶呗。不用了，这事儿紧急，这表格你们得赶紧填一下，争取这次的国家基金扶持项目，明天一定要将资料送到乡里。啥玩意儿呢？这不张立东刚走，乡领导班子就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决定下周二全乡干部都来你们这儿考察。看你们稿子上写那个大型养殖基地，太好了，年利润2000多万，全乡都没有啊。乡里要大力的支持你们，一共5个名额，你们占一个。不是张秘书，这怎么事儿啊？你们村啊，就张立东一个明白的了，具体你们问他吧。立东啊，我得赶紧回去了，这里还有紧急会议呢。加油，张秘书。怎么了，贾队长？有啥困难呢？啊，困难呢？你问张立东，你问马峰，我哪知道啊？都不知道就是没问题啊。走了。
等你们奇迹啊！你给我说说来，哪来的大型养殖基地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都是按稿上念的。马峰，你咋写的？我写的那是将来，那是对未来美好的畅想。你没说呀？我说了。当时是咋回事呢？那乡长一叫我，完我一着急，还有一张稿可能落包里了。马峰，你写那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开头你都整不明白，你瞎畅想啥呀？你不明白就别瞎说。那是一种倒叙，一种美感。那下一页他没念，你怨谁吧？你倒叙，你倒叙，你不跟我说一声？我知道是倒叙啊。你行了，你俩别整那没用的了。现在得想个招，这事儿怎么解决？下周二人家就来考察了，怎么办呢？反正我认为啊，这事儿我就是个帮忙的，我回去做饭去。站！做啥饭呢？还有闲心做饭呢？回来！但是这个事儿我得声明一下啊，我明明是写两张纸，他念一张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跟你怎么没关系啊？那页是你写的不？我告诉你俩啊，现在赶紧给我想个招，怎么把这事儿解决过去，别容易没整着，还得挨批评。你俩这叫啥知道不？这叫啥？这叫诈骗！村长都得整不好都得挨收拾。一点准话没有，还写俩，我就看着一页纸，还你后张。写没看着，行了。方哥，咱去哪儿啊？去建材市场。上建材市场干啥去？咱也不盖房子。让你去你就去得了，人大哥那是考察市场，准备干建材。干啥建材呀？准备买点材料，把我老妹儿那屋重新装修装修。小梅回来了，被学校开除了。我把你开喽。你看，我就打听打听咋回事儿。告诉你吧，春花去离婚了。想好了吗？嗯。好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找你们乡长有急事儿。乡长刚去县城开会去了，刚走。啊？那谢谢啊。完了完了完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二龙湖村的，我们乡长呢？县长领你们乡长去市里了，刚走。啊？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张立东咋还不回来呢？你可别说话了。要不是张立东主动上乡里找领导承认错误，那事儿都没干多大呢。整不好我跟村长都打一手似的。你打一手是不打钱呀？西服这点破钱你放不下了是不是？马峰不我说你，你跟张立东根本就没配，那都得差十万八千里。你看张立东虽然能惹事儿，但是关键时刻人也能担事儿，不像你磨磨唧唧。乡长您好。请问咱们今天这个基层致富带头人表彰大会传达的精神是什么？这次会议呢，主要在于为优秀的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个平台，让他们呢能够展现自我。现在呀，有想法、有能力的青年人很多，你像站在我身边的这位，就是我们乡的优秀的青年创业者张立东。立东啊，啊，你给大伙儿讲一讲。我今天找你是有别的，跟大家分享分享。
上电视啊？上电视？观众朋友们好，我叫张立东，来自二龙。我今天能上电视，我主要要感谢两个人。第一个，小玩意儿掰了还讲呢。二龙湖村贾大队长，说你了。第二个，二龙湖孙马大诗人，那不也听你的吗？是他们两个一步一步迫使我到今天这个位置。说别的都没用了，还是那句话，给我个机会，还你个奇迹。怎么事儿？那个，把这个绿色带花那个给我贴床头上。不是，刚哥，这绿了吧唧贴床头合适吗？你懂个六啊！绿色代表啥，知道不？长寿呗。长什么寿？长寿，长寿。绿色，春天。春花啥牌呀？我给你斗地主呢。绿色的花代表我和春花从头开始，知道不？还有那俩钢铁侠。一面给我贴一个，大哥，那这是啥意思？无论春花怎么翻身，眼里都是我。大哥，那万一他趴着睡呢？炕洞里再贴一个呗，炕趴的。大哥，你崩我呢？你猜呢？你确定不扒哈？想给你扒了，贴。还有这灯啊，这灯都不行，都换，找最好的、最浪漫那个、最朦胧那个大粉灯泡啊！这贾队长这大半夜非得让咱俩接人，累点都没事，你这耽误喝酒啊？这磨磨唧唧的呢，人不告诉你了吗？帮人搬完家就给你买酒喝。嗯。哎，接博士，博士是啥玩意？咋的？博士你不知道啊？别喊，喊不喊咋的？你推我干啥呀？我问你博士是啥玩意儿？我推你能咋的？你推我倒行，这一博士是什么玩意儿？太问是不是？你这也不知道啊？啥玩意儿我不知道啊？博士就是岁数大的人，统称为博士，知道不？嗨嗨，老头呗，就是。人说是女的，老太太啊，这磨磨唧唧的呢。对，老太太，她来之后你就管她叫奶。这就是。你们就是贾队长派来帮忙的？嗯，我奶奶呢？奶奶？博士呢？哦，就是我。东西都在后备箱，辛苦你们。啥能行吧一天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！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猫头鹰，标本。二皮货啊，你赶紧给我叫叫叫三声。猫头鹰，猫头鹰，猫。我啥也指不上你。大哥住，大哥住，忙忙下不着，忙忙下不着，别领人下一会儿，别领人下一会儿。你这是快？没喝就多了。哟，快点的！干啥干什么？给我拿点啊！有件事我跟你说一下。说。离婚协议上
现在住的房子给我了，我不想要。啥？你不想要房子？嗯，房子给你，我要饭店。你可想好了？那饭店可是租的。我知道，饭店是我一手开起来的，有感情。你是对人有感情吧？你要不反对就这么定。哎，哎，师傅，哎，你搁这儿就给我放下来，不用进村。不行，领导交代了，必须把你送到家门口。这咋这么敬业啊你？大山呐，你就别来回这么晃悠了。你等着，你看张立东回来，我怎么收拾他？人家回不回来，该咋干不还咋干吗？哼，看看，嗯。车接车送的，大山呐，你要再不加大点力度，根本都整不了他了。你看张立东进屋，我怎么收拾他？你看我啥力度？张立东，你行事了是不？支持农村产业开发绿色通道，别拿着文件跟我说事儿，还拿个30万的支票，30万，钱哪来的？你不上乡里承认错误去了吗？怎么出溜市里去了呢？你俩换个人吧，再让我去，我容易给你整中央去。立冬啊，你先别说那些没用的，这个钱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就这个事儿呗，嗯，那你听我从头给你学。你那天不是让我找乡长道歉去吗？啊，那天我刚到乡里边，你猜怎么的？怎么样？乡长去县里边，啊，我从乡里边撵到县里，一到县里一问，乡长跑市里开会去了。我又从县里跑到市里，我一到市里，整整的。乡长在那开会，到那我就问，我说乡长啊，我找你有个事儿。乡长说，立冬啊，我正要找你呢，我找你也有个事儿，就是你上次你说的项目那个事儿，我找那个相关部门啊都核查了，说非常好啊，政府也高度认可，这30万就是那扶持资金，还夸我呢。立冬啊，你小子敢干，胆儿大，有冲劲儿，把这个事儿给我干好，我们支持你，争取在短期之内把这个项目争取一个新的台阶，然后你俩不就在电视顶上看中我了吗？再然后我就回来跟你俩搁这学去嘛，有水没？给整点。早说你看没，马芳，我就说张立东能成事儿。靠，你慢点喝。立东啊，钱也有了，政策也有了，咱就大胆的干。我老贾支持你干。这事儿吧，实话实说，我就是帮他个忙，但没成想吧，把这事儿帮这么大。所以说呢，你俩就找别人吧。我还干我的厨师去，那你不干谁干呢？爱谁干谁干。那个，作为一个男人啊，无论遇见什么事儿，应该挺身而出。我愿意承担这个事儿，他干也行，你可拉倒吧。你干呢？你咋干呢？人家张立东都上电视了，我说坏人就坏人啊。那我能同意，人乡长也不能干呢。这事儿除了张立东，谁也干不了。队长啊，我把话撂这儿了。
你爱找谁干找谁干，我是肯定不干，我回去了啊，走了。不是张立东，你蒋队长，你回来回来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儿你就相信我，我绝对给你干的明明白白的。拉倒吧，这事儿除了张立东谁也干不了。赵大柱，你知道我胆小，故意的是不是？惊喜不？你看我像惊喜吗？不知道吗？咋的，秋月你不喜欢吗？别没脸没皮，生气了。谁生气了？秋月啊？不能！赵德柱，我正式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以后你别死皮赖脸追我了。这对你说情商还处对象，跟我喝酒得了，走吧。不好玩吗？这多浪漫呢！问题出哪儿了呢？那还分析啥呀？那啥都看明白了。哦，明白了。你说你离婚这么大事，咋不跟我说一声？我怕你阻拦我。再说，我自己的事儿，我想自己做主。那也行。接下来咋整？我把饭店要过来了，我还想像以前一样，跟你一起干。开饭店倒行，你住哪儿？你住哪儿，我就想住哪儿。住一起啊？不想。你要说不想吧，那纯粹是糊弄你。关键咱俩这关系还……要不我先把我家收拾出来，你住我家，我住饭店。我不让你出去。我主要怕对你影响不好。现在还怕？那行，我把我家屋收拾出来，咱俩一人一间。嗯，那就先这样。对了，听说你上电视了。替马峰去的。这事儿就别提了。那饭店有没有啥新想法？饭店这边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想给你开个直播，把你做菜的过程播出去，这样一来可以宣传下你的手艺，二来还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饭店的食品安全卫生。这个想法好，不错。这不跟你学的吗？嗯，那咱俩先回家收拾收拾去。行，走。嗯。这儿。你还我爱情。瞅啥？就你。跟我有关系吗？昨天晚上帮你搬家，看中那晦气的东西了。导致现在我跟秋月完犊子了，对，你得负责。逻辑不通，驳回。站，退回去。让你走了吗？把对象黄了，让你猫头鹰晦气。猫头鹰怎么可能晦气？猫头鹰是报丧鸟，猫头鹰进宅无事不来。那都是迷信。在古希腊，猫头鹰可是雅典娜智慧女神的象征。在日本，猫头鹰也是妇女。所以晦气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，懂不懂啊你？行，就算你说的对，那我跟秋月怎么分了呢？我怎么知道呢？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行，我给你们分析一下。就拿鸟打比方，一般雄性想吸引雌性的注意力，一定会用身上鲜艳的羽毛去吸引对方。如果对方不喜欢你呢，说明你的色不对。听明白了，他说我衣服这色儿秋月不喜欢。听明白就行，别喊。谁说你的衣服颜色不对啊？我说的是个人魅力。跟你俩说也不明白。你说你们俩有时间追求点什么不行啊？非要追求爱情？爱情是人类额外的欲望，是可以克制的。追求爱情就等于是浪费时间。
太磨叽，碎嘴了，都喝酒去了，浪费时间。给我撒开！浪费时间，你追人姚大连？啊，你还追人秋月呢？我跟秋月你能比吗？我们俩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我跟姚大连还光腚娃娃呢，人家啥时候和你光腚娃娃了？啥叫跟你青梅竹马？小时候，我也是。你长毛大撒，人能相中你吗？你说相中你，胡了吧唧的。你说谁胡了吧唧？你说谁长毛大撒？你再说一遍。你还碰我一下，我碰你咋的？下回注意啊！我这儿，背过去。站这儿。还什么欲望？是浪费时间。你跟我说这些都没有用，像我能听明白似的。王春花为我姐夫把婚都离了，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，那不叫浪费时间，你懂个六啊！谁为你姐夫离婚了？王春花。你姐夫谁啊？我姐夫是谁你都不知道？二龙湖第一把金交椅。哦，那就是说，你姐夫把你姐抛弃了，又跟别的女人结婚了？对。啊，不对，这是怎么事呢？我姐叫赵白露。我姐夫是张立东，王春花的老公叫吴冰，然后赵白露领着吴冰俩人跑了，现在张立东和王春花俩人在一块过得卡卡，贼幸福。别说了，你姐夫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抛弃了你姐，又娶了别人的媳妇，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，我只能说，人类的世界太肮脏，连禽兽都不如。你姐夫不是好东西，我没姐夫，你妹夫禽兽不如。听不明白话的子，我姐不是好东西，她把我姐夫抛弃了。哦，行。你谁呀？你谁呀？你姐夫，不是我姐夫。立冬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行。就你啊？我以为一米八小白脸，啥玩意儿？这人最差劲。你跟他说啥来着？他妈不是好东西啊。我就跟他说，我姐赵白露领吴冰跑了，你现在跟王春花给一块过着呢。滚！哎，那人谁呀？猫头鹰，去消失去。漂亮吗？漂亮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刚哥，刚哥，刚哥，大哥，快点起来吧！人家王春花现在要搬家了。王春花，不搬来了吗？你做梦了，刚哥。啊，是做梦了。那搬家还不快去搬去？搬家，搬家不快去搬去？春花，春花，刚哥，你咋来了呢？这不听他俩说的吗？你要搬家，过来帮你忙忙。谢谢你啊，刚哥。你老跟我客气啥呀？咱俩，你那嘎呢？咋了？行李能抽走啊？不能啊。爸。哎，你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哎呦，哎，刚哥，走错了吧？妈，我懵了吧？不搁这边吗？立冬家在这边，没错呀。对呀。立冬家搁这边啊。不是，刚哥，你不是往咱家搬吗？往咱。那钢铁侠你都准备好了？要你往哪搬就往哪搬，搬。那你自己搬吧。那男人一点度量都没有吗？啊，搬，搬。走。
贾队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就昨天晚上你让我去接那个猫头鹰博士，对，导致现在我跟王秋月完犊子了。你跟王秋月的事儿，你跟我说啥呀？你俩一天无所事事，东一趟西一趟的，哪有一点正事儿啊？咋没有正事儿呢？娶妻生子，成家立业，不是正事儿吗？德柱啊，村里现在有一个好的项目，你想不想干？别给我整那没用的，跟你说正事儿呢。给扶持资金30万。多少钱？30万，还有政策支持。干！猫头鹰是喜鸟，便宜了搁哪儿呢？行，你还记得这个日子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肯定记明白的。昨晚为这事，我一宿都没睡，生20多个呢，白胖白胖的。啥日子？你给我记明白的？那不是生崽吗？那啥日子？行，赶快去吧，给你那老母猪伺候月子去吧啊！你放心吧，姚总，肯定伺候明白的。哎呦，快点去吧！刘总，生日快乐！这花是你送的？一直想要送你点什么，但是又觉得一切物质上的东西太俗，觉得只有花才配得上你。突然觉得你好懂我。谢谢，那没事的话我先走了。哎，急什么呀？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吧。中午还有事儿，机会以后多的是。那行，有机会给你补上。好，那你先忙。谢谢你的花啊，拜拜。放屋就行啊。立冬，先把厨师服换上吧，一会儿给你做个开业直播。哎呦，姐，真走心呐，上你的班去。行，那我进屋换上了。嗯。老公，你看这衣服好不好看？老公，跟你说话呢，你看我这衣服好不好看？好看，真好看，太好看了。徐道贵，你看啥呢？不是媳妇儿，我认为吧，你进城里再买套衣服更适合你。我跟你说，徐道贵，你必须给我点钱，这事儿就算拉倒了。进城的车还有了吗？有。必有啊！哎，啥人呢？那对面狼都回来了，咋不都愁呢？那个村民注意了，广大村民注意了，我是德柱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德柱先生，受小贾贾队长的委派，
现在我要接手一个项目，30万的大项目，这个你干啥呢？瞎呀？腿麻了。外边广播干啥呢？演小品呢。慢点。大家好，我还是赵德柱。刚才说项目嘛，现在呀，面向全村招工，女士优先，老娘们往后稍一稍，年轻的往这上一上。要求20多岁，大眼睛，有俩酒坑，小个，最好是王秋月这样的。广播里说的好像是你吧？别理他，有病。年薪我就给你8到10万吧。你要有意向，你就和二迷糊副董事长取得联系。嗯呐，找我，找我。贾大山，你给我等着。我步履蹒跚，追赶未知的彼岸，却兜兜转转，仿佛回到原点。我独自翻看那些流逝的时间，有多少不堪，多少体面，又彻夜难眠了，整晚为明天打算，路还有多远，仿佛若隐若现，收起不安，努力让自己坦然，谁的昨天没有遗憾，尴尬的局面我怎么转才不会难堪，当泪被吹干，我赌上一切换一次圆满，挣脱的决定